弟兄姐妹平安，带着一个感恩兴奋的心，再一次在网络视频上跟大家见面。我们过去几次的录影当中，我们特别锁定一个比较广大的一个题目，共建幸福健康的家庭。那我们首先呢，是从基础性的条件来看这个大题目。我们特别从保罗在哥罗西书第3章18到21节给我们的一些的重要的教导，保罗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基础性的条件。首先，他强调让基督耶稣成为家庭的房角石。第二呢，保罗强调以父爱作为婚姻的推动力。第三呢，保罗说按真理落实亲子的好关系。那我们今天的录影当中要特别来思想，除了这一些基础性的条件，我们来思想一般性的条件，或者说实践性的做法。那这个就要从不同的一些很实际的一些角度，那么综合了一些圣经的一些的教导，也看看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的互动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所谓叫做实践性或者一般性的条件。那今天我先跟大家来谈两方面。那一般性的条件，怎么样的去共建幸福健康的家庭呢？首先，操练关爱和欣赏。操练关爱和欣赏。那你记得，这个还是要回到那基础性的条件，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说的。其实家就是在强调关系，而关系其实就是操练彼此之间怎么样能够刻意的、主动的去欣赏对方，去关心对方，去爱戴对方。那记得我们上次所提的，它里面有很多很实际的东西，包含了怎么样的愿意放下、愿意牺牲、愿意付出、愿意谦卑，怎么样去欣赏家里的人，包括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其实这个里面呢，其实是不能让它成为习惯自然。我经常发现到，其实家庭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奥妙的。关系这个东西哈，它不会因为时间的长、时间的过去，它就会自然的就会成长，不会的。关系它一定是一种刻意的操练。这边强调说，操练关爱跟欣赏，就是等于是说要刻意的怎么样去注意你所亲爱的人，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你的父母，刻意的在他们的身上当中去观察，有哪一些可以给他们鼓励的，哪一些地方可以欣赏的说出来，可以从很小件、很小的天天发生的事情，包含了回到家里头，一回到家里看到家中的状况，就可以说一些所谓的欣赏跟鼓励跟接纳的话。你到了家里面，有些人说，哎呀，你看回到家看到家有一点点乱啦、或者是看到孩子在吵啦，或者孩子在哭啦。那其实这个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自己想，我们觉得，哎呀，我忙来了，我回到家里面怎么家会这么乱呢？那很多时候做丈夫做爸爸的就会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但是呢，操练关爱和欣赏呢，就不是这个，因为他会放下自己，他会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所以当踏进房门的那个时刻，眼前所出现的情景，要让自己学习，我要操练，要去关爱跟欣赏。那什么意思呢？要开始欣赏对方，说今天你一定很累了，今天必然也做了很多事情，把那个焦点呢能够放在他的付出。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付出呢？可能你回到家里面的一种状况，那个状况本身不一定代表是你的以为，但是你要为对方设想，这是一种操练关爱和欣赏。那还有很多很实际的方式可以在
婚姻跟家庭的关系里头，孩子们，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跌，有上有下，跌跌撞撞，也有好的一面，也有顽皮的一面，有让你开心的一面，会让你感觉的可能失掉面子的一面。那这一些实际的状态当中，我们怎么样的去关爱跟欣赏，我们怎么去接纳，我们怎么样的去帮助他们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关系能够继续的稳健，就是要操练关爱和欣赏，不单只是看见他们的不足，而是怎么去强化他们的一些的长处，然后把这个长处拉回来给他们看见，其实他们可以继续的去成长，去突破，去更新，而不是一面的单单否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操练关爱和欣赏。每一个孩子，每一个配偶，都希望能够被鼓励，都希望能够被对方肯定有价值。那这些呢，不是说谄媚的话，不是把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不是。来从内心的深处为对方设想，去关心，然后说一些鼓励，说一些赞赏的话语，让对方能够再一次被感受到我是被关爱，我是被接受的。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来操练的一般性的条件，就是要鼓励承担家庭的责任，鼓励承担家庭的责任。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在上次那个基础性的条件里面，每一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这不同的角色里头呢，是放在一个家庭的大环境里面来看的。所以呢，建立这个家庭，人人有责，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现实的家庭里面的需要了啊，大大小小的事务性的东西了啊，因为家里面呢啊，总有东西要做的嘛啊，每一天有做不完的家务，比如说家务啦啊啊，下厨房啦啊，做整洁啦，做整理啦啊，做这个啊等等，这个家庭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每天做不完要重复性的，这个其实要开始操练。鼓励每一个家中的成员，无论大小，怎么样去承担这样的一些的所谓的责任。其实这样的一种的操练呢，它同时提供了彼此之间的一种的对对方的一种的了解，对对方的一种的欣赏，对对方一种的接纳。因为参与承担家庭的责任，是让每一个人产生对这个家庭的归属感、认同感，这非常的重要。所以从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无论是讲到房角石推动力跟关系，无论是讲到这一个耶稣爱跟真理，你把这些摆在一起的话，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在共建幸福健康家庭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负起把这一个家庭建立的责任。小小的一件事，或者是每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家庭外，回到家里面，家里的每一件事情的大小，现今的事，未来的事，都要学习大家彼此之间，因为信任，大家能够去共同的承担，也操练，让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也能够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有责任感的人，让整个家庭能够健康幸福。恳求天父帮助你和我，按照这一些的一般性的条件，操练关爱和欣赏，鼓励承担家庭责任，让我们一同共建幸福健康的家庭。上帝赐福你。